每年从农历春节年初一第一炷香点燃开始，全国各地庙宇就开始展开进香活动。许多分香出去的神纸这个时候都要回娘家，百姓也要随着进香。正月也是各地庙宇最热闹的时候，是台湾民俗活动最为频繁时期，各种阵头也都使出全力卖力演出。加上从元宵节开始的灯会活动，让台湾全岛犹如嘉年华会。过去有许多人常常问到，我们到底是信什么教？不吃斋念佛，也不修道练法，不当道士尼姑，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更不是天主基督教。可是我们什么都拜，从天公、王爷公拜到土地公、义民爷，甚至树王公、石头公也都拜。其实什么都拜，理论上它并不是宗教的一种，只能算是一种信仰。台湾在开拓的300年中，这种民间信仰文化就一直存在着，足足传承了300年。这种传承信仰，也就是今天的台湾文化。那到底什么是信仰呢？信仰是人类生活下的精神体系与价值观念，使人们在生活上有了支柱。人们如果没有信仰，必然生活在空虚与迷惘之中，常常会无所适从以及茫然失据。民间信仰正是老百姓信奉与遵行的观念体系，提供了人们赖以为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所以没有信仰，自然也就没有文化。天上圣母妈祖是台湾共同的信仰，尤其是居住在沿海的居民，更将妈祖视为渔民的保护神。而位在台湾北海地区的马祖，也是因为妈祖的关系而取名为马祖，是一定有它的因缘与历史。根据清初《史琉球记》当中记载，西元960年，妈祖林默娘在28岁时，因为父亲还有哥哥驾船开到闽江口海域时，不幸遇上风浪，船毁人溺。妈祖为了救父兄，也入海而罹难，他的遗体当时随着海浪漂流到闽江口附近的小岛，就是今天的马祖南竿。后来经渔民发现，打捞上岸，并且将他葬在海岸边。而且湄洲岛的乡亲一度以为妈祖失踪没下落，以为他已经羽化升天成仙。并且为了感念他的孝心，就盖庙来纪念他的孝行。后来经后代学者查知，妈祖就葬在现在的马祖南竿马港天后宫宫内灵穴石棺中，居民也盖庙来供奉妈祖，世代相传至今，马祖的地名就因此而来。妈祖也成为马祖居民最重要的信仰。
目前马祖的马港天后宫仍然可以看见妈祖的灵穴，而且从未移动过。据说每次有意移动，都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庙方为了保护灵穴，特别装上了强化玻璃保护妈祖。在清朝康熙时，一封妈祖为天后，又称天后宫，成为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妈祖诞辰纪念日，迎灵绕境也就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祭典日。据说在每次有大灾难之前，都会见到由灵穴飞出一团火球。当地居民说，看到火球飞出，就知道妈祖娘娘又出去救海难了。民国98年，高达28.8公尺的妈祖巨石像正式在马港天后宫旁揭幕，不仅全部以花岗岩打造，而且也成功挑战世界第一高的金氏世界纪录28.8公尺的高度。对照马祖的总面积28.8公顷，象征着妈祖将守护马祖每寸土地上的子民。更强化了妈祖在马祖的意涵，这是值得深思的。从宋徽宗到清道光为止，妈祖曾经受皇帝包封多次，由夫人、妃、天妃、天后，直到天上圣母。台湾庙宇大都尊称天上圣母。台湾首座妈祖庙是在澎湖的天后宫，妈祖由福建恭请分灵到澎湖，庇佑澎湖400多年，当时称为妈祖宫，就连渡船口也称为妈祖宫，简称妈宫。西元1902年就将该地改为马宫，就是现在马宫地名的由来。台湾民间信仰除了蕴含着许多高深的哲理之外，更还有丰富的疑点以及动人的民间艺术。我们不但有悠久的信仰传承，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台湾的民间信仰就是要以神圣的态度带领大家一同来探索台湾的庙会文化。庙是神明的家，也是民众信仰的中心。民俗庙会也会随着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的代代相传，经由地域或环境变迁的影响而衍生出今天具有地方特色的台湾民间信仰文化。在历史文化传承上与人们精神生活方面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北到南，全国各地庙会活动终年不断，也传达出台湾人民心灵至诚的信仰。台湾由于庙宇遍布各地，与宗教活动的兴盛，举凡神佛诞辰、建交祭祀或安灵祈福，中原普渡都会举行热闹的庙会活动。而王爷与妈祖更是台湾最重要也最为普遍的民间信仰神祇。并依据各方供奉的背景、神像渊源，主要的祭典活动大都不离请神、迎神、出巡绕境、诵经祈福、设宴酬神、阵头表演、义阵游行或过火烧王船等。其中声势浩大的神明出巡绕境，则是一般庙会活动的重头戏。在台湾民间信仰中，有所谓的三月消妈咒，四月迎王爷。妈祖可以说在百姓心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尤其在沿海乡镇更是处处可见妈祖庙。渔民称妈祖为桃海的守护神。在全省妈祖进香队伍中，以大甲镇澜宫八天七夜进香，以及苗栗县白沙屯拱天宫的来回九天八夜进香队伍最为浩大，每年都以蜿蜒数公里的乡镇跋涉了250公里以上。每年初春，苗栗白沙屯拱天宫都会依循古老传统，以徒步方式往北港进香。妈祖也借由徒步南巡，与各地信徒做最直接的接触，完成年度并且是百年仪式的传承。至于白沙屯妈祖是何时开始前往北港进香呢？由于时代已经久远，难以考据。但相传在建庙之前，庄民就已经组团前往北港进香，而且根据本地耆老的回忆，在他们祖父辈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往北港进香的传统。因此可以确定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早期随乡的善男信女人数不到100人，当时的香灯脚抱持前进恭谨的心，背着网袋装着进香旗、金纸、个人衣物及用品，在妈祖的引领下一步一步向前行，没有热闹的阵头随行，只有头旗及神教鞭的锣声，
随乡的人也大都在头旗与神教之间，无论情与成婚，就是听着前后两面锣相互呼应向前迈进。经过苗栗、台中、彰化、云林等乡镇，设大安、大甲、浊水、无为等溪流，足迹涵盖海边堤道、田间小径到纵贯公路，甚至有涉水渡溪等，才抵达北港朝天宫朝圣。当乡镇即将进入村庄时，依礼当地庄庙必须出庄相迎，等到绕境结束之后再相送出庄。就这样的日以继夜奔波，没有任何的埋怨，更没有任何的酬劳，只要能完成妈祖的心愿，也就心满意足了。其中最为特别的是，白沙屯进香的重要事物以妈祖旨意为依归，除了起驾、进火、回宫以及相关仪式的时程之外，沿途没有固定路线，没有规划好的路程，也没有固定的停驾歇息地点，全由妈祖来决定，凭借妈祖神教来决定行走的方向。途中该走哪一条路或该在何处停息，都是依照妈祖采教而定，妈祖旨意直接传达到神教上。每年往北港进香是白沙屯的年度盛事。拱天宫会依循环旧历，在每年的12月15日执脚，决定进香日期、起驾、进火、回宫以及相关仪式的时辰。起驾仪式包括进香前3天放头旗，昭告四方，为进香拉开序幕。地方民众按例开始3天的灵浴斋戒，每天傍晚都必须前来犒军，并持进香旗过炉，借以加强灵气，以求妈祖护佑。只要进香旗一到，进香的人潮涌进白沙屯。起驾仪式开始时，众人跪拜献读文书禀告妈祖。时辰一到，妈祖登轿安坐，行轿到前庭等待出发。此时在后龙镇南港地区的山边妈祖也会在出发前来拱天宫会合，与妈祖共乘神轿一起到北港进香。出发当天，庙里庙外锣鼓喧天，各地镇头庙宇都前来送行。时刻一到，头旗冲出庙门，神轿在人潮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向北港出发。到达北港镇郊，妈祖依往例会停驾北辰派出所，等待各地信徒集结后前进到达朝天宫。Thank you.
最后在人山人海信徒的高喊敬偶敬偶的呐喊声中，传统的礼仪式三进三退后，冲进庙里大殿安坐，完成整个进香过程。除了白沙屯、拱天宫及大甲镇澜宫每年的北港进香及绕境活动之外，全省各地妈祖庙也都有类似的活动。其中以新竹县新埔镇的天后宫，每年正月在北港进香之后，必须在妈祖回乡之后，绕进镇内的每一个角落。此时镇内民众都会准备香案给予祭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当晚镇民更会以爆竹烟火来香迎。除了舞龙狮队之外，在日据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花车游街是整个活动最具特色的。每辆花车装饰的五光十色，绚烂夺目，让整个新埔镇为之疯狂。爆竹烟火之声不绝于耳，一直要等到午夜之后才会停息，一点都不逊于台南的盐水风炮。算一算花车总共有30多辆，而且都是镇内信徒所提供的。由此可知民间的民俗信仰在民众心中的重要性了。此外，因为抗林爽文兵变而亡的义民庙，虽然只是有印功的一类，但义民庙却是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加上义民又受到清廷的敕封，完全摆脱了阴庙色彩。每年7月20日义民节祭典吸引大批的客家子弟参与，尤其普渡的神猪竞赛让义民节活动热闹非凡。到了农历7月18日，义民祭典开始进入倒数计时，参与庄头处处可见繁忙景象，义民庙也开始张灯结彩，树立灯高。在广场上树立灯高3支，代表义民庆典正式开始咯。傍晚时分，可以看见一群人挑着饭菜前往义民庙祭祀，这就是相传已久的挑担供饭，是整个义民祭典中相当重要的仪式。农历7月19日，在中午过后3时开始进行放水灯的仪式。放水灯是普渡祭祀中一项很重要的习俗，主要的作用是普渡水中的孤魂野鬼，以免他们作祟危害在水中讨生活的人。凡轮值普渡的村庄都要杀鸡杀鸭，或是以神猪来普渡孤魂野鬼。农历7月20日上午8点不到，由轮值庄头所奉祀的神猪也开始陆续的进场了。一时锣鼓喧天，挤得水泄不通，不一会儿整个义民庙广场已经是万头钻动。各种装饰华丽、五彩缤纷的猪羊棚架，
以面粉制作的动物、水果等模型来普渡义民及孤魂野鬼，最后在燃烧大士爷之后结束中原普渡的祭祀。此时轮值民众也要将祭祀的猪羊分解下来，写上姓名，挨家挨户亲自赠送给亲朋好友分享，也为义民节活动画下完美句点。在台湾民间信仰中，阵头也是台湾庙会的一大特色。这些阵头多是信徒为了向神明还愿或为祈求平安而请，绝大部分都是要耍技逗趣，但是有一种阵头却和一般耍宝性质的阵头大不相同，以一种严肃神秘的舞蹈来吸引群众，那就是阵头中最引人注目的八家将。八家将团通常依附在五福大帝庙，但有些城隍庙、王爷庙、地藏王庙、玉帝爷庙等等也有依附八家将团。八家将操演的主要内容是由范谢将军执行捉拿，甘柳将军执行刑罚，再由四神拷问，故操演时常显现瞠目怒视，加上其装扮头戴盔帽，脸涂五颜六色图案，让人看了产生畏惧，这也是台湾民间信仰的特色文化。